心情呢其實都很多波折的，一開始 casting 的時候是超級緊張，我份 casting 稿是落，因為我落雨的時候看的，那就濕曬又潮曬讓他們看到。我以為他哭啊，看到一路喊一滴眼淚滴下去。然後就是剛開始的時候就有些緊張，不知道怎樣做好，到中後段就開始跟他們玩得開了，就懂得放住來做，這樣就更加是很有趣，後來就覺得很緊張播出，很期待播出。其實我現在都不是很清楚的感受，因為我看到一些預告呢，其實覺得哇很期待，因為我那時候只是看到一些拍了個場口的東西，我不知道他們剪在一起會是什麼樣子，我自己都沒看過，所以啊很期待啊。那行者對Ivy的表現，你覺得第一個？我覺得剛才他這樣說，初頭就緊張，初頭就一路casting完之後呢，還特登再約了幾次見面，就是講我的聲音跟他一起演個戲，我經常都會說你可以放鬆一點，有什麼就問，有什麼就說，但他當時都還是很緊張，但是去到現場拍呢，一起玩呢，即是一起去做呢，咁就好快就係、啊，好快就上電啦，咁然之後就變咗就好好唔似第一次拍劇嘅，其實真係即係佢應該一係就可能係上一世拍過劇，一係就之前靜雞雞拍過劇，係啊。在700万人里面。係啊，點解揀 Ivy？ 因為其實呢佢我覺得他有一個 character 咧，佢收埋了，就係、是、其實他對啲嘢好黑白分明嘅，不過他未必會成日都呈現出嚟講出嚟。傾偈嗰度，即係我開始同佢分析方圓呢個角色，就話你有冇你其實對啲嘢有睇法嘅時候，你會點啊？覺得應該係咁，我覺得一個，就係、是、方圓嘅性格嚟噶啦。咁所以真係好啱咯。咁我你攞呢啲出嚟就啱噶啦，咁樣咯，係。有啲咩經驗到你咧？要做咗啲乜嘢？令你覺得有呢個感覺？好自然啊，係啊，即係係咯。Ivy 姐呢個評價你點咧？我覺得佢哋成日咁樣話我都唔係好信噶，嗰啲呢啲説話咧就講下啦，你覺得 Ivy 點啊？做得好好咯，係啊，咁樣客套説話。咁可以講啲真啲嘅咁樣，唔係唔係咁當然如果演繹上真係好唔似第一次，因為好快入咗個角色，但係初頭嗰一個禮拜或者幾日，未熟習喺鏡頭面前咯，即係有陣時可能會 block 咗啲燈啊，或者個走位唔知道啊，或者唔知個 short size 啊，係啊，咁但係好犀利啊，講一次咧，跟住佢就識啦 ，get 曬啦，即刻咁係啊。但你即係拍戲期間，其實可能都遇上啲自己的感情問題，會影響。唔會嘅，都係專心工作啦，係。我哋啱啱收到少少消息，就係話係咪拍完之後，即係每集播咗之後，就會有啲復派片啊，或者點樣啦。哇！聽到嘅 Sika 就話自己係第二位嘅。我第一位咧，咪就係其實係啊，因為我真係大家有睇 Cola 嘅嘢都知道笑點好低噶啦。咁佢哋成日咧好認真咁樣做啲好咩啊膠嘅，咁嘅時候咧我就會咁樣忍啦。其實咁樣忍咧，佢哋明知道我已經用唔到呢個 tick 噶啦，佢哋都要照唔 cut 唔賣 cut 係啊。之後就一直震住個嘴角喺度忍落去，最尾就係用喺呢個方向。係啦，原來係咁樣。有一集一來啦，同埋輕鬆好緊要啦，同埋有一集係。你直情係忍唔到笑咗出嚟嘅，但係我哋去後期剪嘅時候覺得太好笑啦，實在你講，所以係擺喺落套劇裏邊嘅，係啊係啊係啊，期待啊，係啊。但係邊個嘅破功比較多啊？我覺得有唔同嘅，佳琪同行道都有嘅。咁行道就好認真咁樣去做啲好古怪嘅嘢嘅時候，我真係覺得哇，點解你可以咁認真去做呢樣嘢㗎？就會令我覺得好好笑。咁佳琪就係佢每次即係有爆肚位嘅，咁就留翻啲創意俾佢啦。佢每次都唔同噶，我每次咧谂住，头先佢讲呢个，我忍到噶啦，即系下一次咧又唔同喎，之后就喺度笑咗出嚟，好辛苦啊，忍得。咁
咁你套戲演情侶有咩最親密嘅鏡頭？我同阿 Will 演情侶最親密嘅鏡頭，其實都係拖下手嘅啫。誒，可能有多啲大家睇下。你係咪好爆，所以冇呢啲鏡頭？我覺得情節上其實都未係好需要。係情節上唔需要嘅，因為係愛情劇咁樣。嗯，都係講緊情侶之間一啲生活嘅瑣事啊。其實呢啲先係最 sweet 嘅。嗯。感情上有冇需要調解完咧？都唔使啦，係啦，自己搞掂啦，處理心情，就可以處理事情啦，係啊。雙方你又和解嘅，你哋係和解。怕唔怕而家即係你哋多合作而處？你唔問咪冇事咯。係啊，會噶嘛可以？唔會，咁當然唔會啦。即係暫時都係。自己即係唔會接受第二段感情，專心工作先啦，好冇？ready 啊？咩 ready 啊 ？ready， 我 ready 拍下部戲。哦，係啊。拍部戲會唔會 ready 啊？都可以啊，係啊。咁我哋記低啊。道藏出山嘅十七，聽唔到 ，sorry。公道啊！哦，點樣可以令到佢出山嘅？哦，呢個好斗膽地去因為寫嘅時候已經係個腦裏邊有谷道嘅形象去演莊奕呢個角色。咁我記得係喺 ViuTV 嘅節目巡禮，咁然之後我唔記得咗，我上去做完一個分享之後，我就坐咗喺度，跟住谷道就喺樓梯行落嚟，就坐咗我隔離。咁然之後，咁我就把握呢個機會啦。佢話我寫一部劇。我想問你幫手演出啊，咁樣樣，咁佢就話可以傾下，咁於是乎就約咗佢出嚟食飯，然之後有一個點係真係佢話佢最感動嘅就係我第一件事同佢講，我就係話呢部劇係想拍俾香港人睇，要處理好個心情，再處理事情。咁而佢話不謀而合地，佢早一段時間都係咁諗，同埋佢都幫一個社企做過一個廣告，係講呢件事嘅。咁佢應該好有緣分，咁所以就佢答應我哋嘅演出咯。係啊，係啊。因為你個腦筋急轉彎，即刻問，即見到係即刻。是啊，好像一个有神嗰啲白光一路行落嚟咁样，天赐俾我嘅一个机遇，机会啊，系啊，系啊，男神咁行落嚟，系啊。